我的天哪，奥特小镇的中心广场突然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冰块，引来了无数奥特曼正在围观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真是奇怪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也不知道是谁弄来这里放着的，我今天一大早起床上班就看见了。这让奥特曼们都感到很困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整件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一个夜黑风高电闪雷鸣的雨夜，赛罗独自一人走在这空旷的街道上，看起来整个人都非常虚弱。我的光马上就要消失了，刚刚那几个绿皮怪真的太强了，差点就被他们逃跑了，现在总算把他们给消灭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赛罗突然倒了下来，一些电流不断的流露出来。我的天哪，赛罗因为刚才打了好多绿皮怪，导致身上的光之能量都用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眼看他的身体已经开始黑化了。赛罗奥特曼，你一定要坚强啊，我要给他666帮他加油打气，谁能来救救这个可怜的赛罗奥特曼啊？在这个紧急关头，一辆马车突然开了过来。糟糕，原来是贝利亚那家伙，心怀不轨的他上下打量着赛罗的情况。哎呦喂，这个赛兔子干嘛了？好呀，赛罗也有今天，现在他身上已经没有光了，怕是也打不过我了，真好啊，路上白捡一个赛罗，我要把他带回去当我的小弟，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能告诉雷欧和赛文哦。就这样，可恶的贝利亚就带走了赛罗，还把他带回了黑暗基地里，跟怪兽小弟吹起了牛。兄弟们，你们快看我今天抓了谁，没错，就是赛罗奥特曼，你们的老大厉害吧，这个赛兔子我轻轻松松就把他给打败了，所以你们跟着我混准没错的。哈哈哈哈，再这样下去，光之国的统治者就是我了。老大真的太牛了。对呀，连百战不熟的赛罗都能抓回来，真的太厉害了，不愧是堂堂的黑暗皇帝啊。哈哈哈哈，这话我爱听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在赛罗身体里注入黑暗能量啊，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失去光了。只见贝利亚不断抽取赛罗身上仅剩的光，还向他身上注入黑暗能量，很快赛罗就变回了刚才的黑暗模式。哈哈哈哈，真的太好玩了，我也太幸运了，所有人都不知道我这个秘密，小弟们都夸我实力强，今天真的太爽了。你给我听着，现在赶紧把这个赛兔子送去奥特小镇的广场中间，然后用冰盾之术把它给封起来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那就是用赛罗把其他奥特曼都引来，然后我再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样奥特小镇就是我的天下了，所有奥特曼都中了我的妙计，通通都要为我卖命，真是太聪明了我。你赶紧去吧。好的，老大。然而另一边的格力桥还在为失踪的赛罗而担心。赛罗哥哥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都一天一夜了，也没见你回来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赛罗哥哥，你快回来吧，你还说好了今天陪我过生日的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？有没有人见过赛罗哥哥呀？谁能告诉我他去哪里了吗？就在这时，黑暗怪兽已经把赛罗放到了目的地，贝利亚还用天文望远镜在这里偷偷观察奥特小镇的一举一动。小的们，赛兔子已经被冰封在奥特广场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好戏吧，待会一群奥特曼到达这里，你们就看我怎么收拾那些讨厌的奥特曼吧，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都带回去，让这些讨厌的奥特曼天天帮你们洗臭袜子。转眼间，奥特小镇的中心广场上果然吸引了一群奥特曼过来围观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这到底是哪来的大冰块呢？大家快看呀，那是谁呀？怎么被冰封在这里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天哪，这看起来好像是赛罗奥特曼啊，不过现在说起来好像真的好久没见到赛罗了，这会不会就是他呀？看不清啊，应该不是赛罗奥特曼吧，赛罗可是最厉害的奥特曼，不可能是他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可是救人要紧，我们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吧。对呀，对呀，那要怎么才能把他解救出来呢？谁有好办法？就在这时，贝利亚出现了。终于等到你们了，
讨厌的奥特曼们看招吧。你们说的没错，他就是赛罗奥特曼，他已经被我黑化了，身上已经没有光了，这下谁还能治得了我？你们也跟他一样被冰封吧，这黑暗封印能持续好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奥特小镇属于我的了，真的太好了，下一个目标我就要去毁灭地球了，再也没人能阻止我了，我真的太牛了。这个时候坚强的赛罗已经在慢慢恢复光了，他在冰封里看到了贝利亚的所作所为。卑鄙的贝老黑竟然用这种手段偷袭我，要不是我晕倒在路上，他的计谋就不会得逞了。可恶，他居然还利用我来引诱我的兄弟们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想办法挣脱这冰封之术，不然光之国就要毁在贝利亚的手上了。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地球相信光的小伙伴们能听见我的传音吗？我是赛罗奥特曼，大坏蛋贝利亚就要来进攻地球了，但是我们奥特曼都被黑暗冰盾给封印了，我需要你的力量合成奥特之光，这样才能帮我们解除贝利亚的黑暗封印。现在要阻止贝利亚的阴谋，时间特别紧急，小伙伴们要是听到了就快来帮助一下我吧，谢谢大家了。我的天哪，我好像听见了赛罗奥特曼的声音。我也听见了，没错，是赛罗需要我们的帮助了，他需要相信光的伙伴给他传送光解除封印，我们赶快给赛罗奥特曼传送光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奥特曼马上就能解除封印了。就这样，地球上的小伙伴收集的光传送到了奥特小镇，奥特曼们的封印马上就能解除了，真的太好了，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的，加油呀小伙伴们。只要力量足够强，而的蝼蚁哪里藏，奥特霸主都有谁，神秘是奥义贵，为啥奥王登场，身披闪电之光，挥舞风暴之锤，方能威震八方，奥沙赛加合体，周围风生水起，风驰电掣出招，怪物瞬间灭倒，山上围雷皆多，天雷迅疾下落，手持闪电风暴，敌人落荒而逃，刺杀传说诺亚，找回大号密码，全身银色铠甲，宇宙究极进化，亲生代理都有谁，下面听我给你吹，他杰德请战，形态无限变换，手拿灭霸胶囊，融合超绝尊皇，二杀哲塔出枪，使用奥特勋章，被他粉碎破败，欢迎伽马未来，三杀欧布借力，操纵圆环关闭，反我投标长矛，失控暴走暗药，刺杀泰迦列队，兄弟无惧无畏，斯特利姆爆炸，半步化神印加，这怪兽狰狞，岂能尽如人意，那就奥特夜行，蝼蚁回避，老大佐菲复兴，尔等结束一定，那位大人的令，尔等岂敢不敬，老二初代单刷，击退怪兽专家，是派修姆光线，敌人瞬间秒杀，老三文武双全，拥有满腔热血，江湖人称七爷，拳头洞穿一切。